明日不老陪你到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爬，今天带你们看看什么叫欧皇营地。9:17，这个粉丝加入了小爬的营地，然后呢，等到9:28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他是从渠道服重新开始来秋日玩的。9:52的时候，他晒了一个握柄，我勒个去！他刚打秋日秘境，开到了一个握柄，我真的是服了。很多人来到我营地，不是开到握柄，就是开到枪口，而且上次抽服装，直接有人来了就中服装。唉，如果你们开不到枪口或者是握柄，可以来小趴营地试一试。不过比较可惜的是，他这个握柄是一阶的，没有办法卖。上午9:42，这个粉丝又艾特小趴，我又开了一个握柄3级的，我打9店又一个握柄，等我回来邮箱拿出来。结果他下线了，不过呢一会儿他又上来了。10:44，他晒出了第二个握柄，3阶绿色握柄。这运气真的是没水了，而且还是加了小趴营地，连续开到了2个握柄。所以说呢，我这营地是欧皇营地。如果你们还没有开到枪口或者是握柄的话，真的可以来加小趴营地试一试。我绝对不是为了让你们来才让你们加的，我是为了让你们开到枪口或者是握柄，以及6号晚上的锦鲤大奖，才让你们来小趴营地的。好的，我是小趴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